我们来用一根钢棒做一把弹弓，先弯曲成形。弯曲过程中，然后做造型，把多余的切掉，把翘角打磨圆润，做成型了。用我单身30年的手速纯手工精细打磨，需要很长时间。打磨抛光完成，找一块进口鳄鱼皮包上，做好了，非常漂亮。试一下手感怎么样？非常好用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